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泰山普通纪念币即将发行。泰山位于山东省，面积约为426平方公里，主峰玉皇顶海拔高度为1545米。自古以来，泰山被公认为圣山，并被誉为五圣山中最崇敬的山。泰山邮票全套四枚，分别描绘了泰山的岱庙、十八盘、大观雄峰、云海日出的景观。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19年11月28日发行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泰山普通纪念币一枚。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泰山普通纪念币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徽上方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下方为装饰风格的泰山图案，并刊年号2019字样。背面主景图案为泰山，包括泰山松柏、泰山日出、挑山宫、泰山石刻、南天门、十八盘以及玉皇顶等。主景图案下方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泰山字样，右侧刊面额5元字样。